可乐王晚上好，七头晚上好，北野若宁晚上好，有晚上好，宗勋晚上好，现在要去浪了，好意思哦。思源晚上好 ，L 晚上好，咩铺晚上好 ，TP 山腿晚上好。我今天想要画个浓妆，但是我还没开始。德全晚上好，洛克晚上好。郑晚上好，志恒晚上好，喵喵晚上好。这是 ice 吗 ？ice 晚上好。好意思，哎，就还好。你头上怎么有夹衣服的？这才不是夹衣服的嘞，这是夹头发的。要化什么妆？我跟你们说，等一下，刚睡醒，我没有，我刚吃完晚餐呢。今天没睡觉，今天没睡午觉。企鹅晚上好。Never ever shoot below the net. You a rookie, you a rookie. 听说你要把布弄死，是踢个把布弄死。Not checkin', this chest, nigga chest. I flooded out my paddock with baguettes. I curved Tiffany for Jess. Need to get myself. 今天点了陪茶，为什么要化妆就可爱了？今天没有想要当可爱的人的意思。But we should keep on drinking out of brand. 好吧，算了，我等一下再化。Body slam a nigga like I'm ready. 没播你怎么知道？我想要画这个，因为我这几天晚上都跟妈妈在看那个 Dynasty， 就是那个美剧，然后就觉得女生好漂亮，没有就想要尝试那个妆啦，但我怕吓到你们。晚安阿哲，一句话，今天开到十点，怎么样？Simon 晚上好，初风晚上好。你怎么知道 ？ONG， on gone， 是这样念吗 ？ONG， 晚上好 ，Koshi 晚上好，剑气晚上好。对对对，大家看了没？官方出了，可不可以让我做你女友，强一般进你的心？大家快去看，我看了，我好喜欢哦。吉米昭晚上好，零一五八晚上好。你有帮你在流口水吗？我昨天跟你们说，我昨天带布布去河滨公园。已经看了哦，麦块晚上好，看完了，沙卡拉卡晚上好，谢谢吉米做的香槟，我刚刚谢谢。When you see him face to face, it ain't nothing straight up. Hanging up my earlobes is a rock. Hanging up my waistline is a rock. Bruno! The body in the cast. Hello! I got 10 freaky girls on a yacht. Chat.See the nigga I robbed back in the day. You know what? He was happy to see me. Ah.
我要做什么来着？肯德基蛋挞。乖乖，晚上好，请允许我。好的，好的，快去吃饭。果果，我看了，我看了，已经看了五遍，我也看了好多遍。阿米，晚上好。嘉树，晚上好。嘉树早。Hello， 草莓酱，你好。我还好素哦，现在。我真的。你为什么没有留啊？第一天，谢谢笑笑。你说，我刚刚要说什么忘记了。Dancing in my room. 欢迎大家去，晚上好。之前 Hello 顺了吧，我每次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开 4G 比较好，就是我每次只要连到网络的话它就会宕机。我跟你们说我今天点了培茶，好好喝。还没跟你们分享哎，给你们看，给你们看。Balan， 他是我下次连五 G。你说蛋挞哪去了？笑话了吗？蛋挞出我肚子去了。Hello， 沉鱼落雁，晚上好。聂小薇，你好。消化了，没错。我要干嘛？对，我要打给你们看。Fallon， 好漂亮的女生。Hello， 坤坤。咦，怎么了？小吴，晚上好。果然在肚肚里，我也要吃蛋挞。这样子果果也要练了，我不能再吃了。可以呀，为什么不能吃呢？ Hello， 季风亮，晚上开始。对呀，开始了。又有好玩的培训事情可以给你们分享，练舞事情，练舞小趣事，练舞，对，就是那个意思。罗宝杰，晚上好。不过也是漂亮的女生，谢谢。那请给我蛋挞的尸体。我要怎么给你蛋挞的尸体？晚上好，晚上好，明丽，晚上好。这应该不算剧透，为什么叫做剧透？这不是剧透啊。我想要画这种很漂亮的眼妆，想画画看啦。不会是大家都忘记我？还没啦，还没开始，快开，要开始。我想要画那个，我这次想要画，就是我上次有发给你们看的这个。我想要把两只眼睛都画起来，因为我上次只有画一边眼睛，大家体力变差了一整道，还没开始练啦。要开始。跟其他成员要跟其他要还债成员不一样。幻影战士又是你，你怎么偷偷改了两次名字？你还是被我抓到了。好，晚上好。Hello， 家族。Hello， Tammy 长。我想要画这个两只眼睛起来。
我想要把两只眼睛画起来，我一直想尝试，但我一直忘。我可以说得很土，今天果果超好看，为什么？真的吗？谢谢。可是我刚刚，我现在只画了我的眼睛，我的眉毛跟我的底妆而已，我什么都还没画。灯好亮啊！不行，没有灯。那我光暗一点好了。现在画，好啊，那我来画给你们看。话说刚刚那个女生也才没很好看哈。Big Papa。这样就很漂亮了。我的就是我一定要画眉毛跟底妆起，不然会看起来很没有精神。那这样就是有精神，需要再加强一点。给你们分享我喜欢的女生。原来女生的什么都没画是这样，就是很没有，就是脸很整个脸很白啊，你们不觉得吗？请问有人有看 Dynasty 吗？朝代，这个中文是什么？朝代跟什么什么恩怨的，好好看哎、欸！他穿各种衣服就好好看。美妆国不是大家都看过？对耶，你怎么知道？标标黑黑标标。IU 吗？不是，日常千百个。我也分享我喜欢的女生。啊？什么时候店长嘴巴这么甜呢？谢谢。Hello， 平贤，朝代跟朱门恩怨吗？好像是。怎么一进来就看到你讲？我还看过竹竿国呢，我不是一直都是竹竿国吗？他真的很好看呢、欸。不是我觉得很厉害，是他穿什么衣服都很好看，很好看，非常好看。Why don't you call me Papa? Papa. 我想要画这种大眼线，要练肌肉啊！有啊，我有练，才怪。夏禾晚上好。我要今天要来拉眼线了，那我们就画个眼线好了。所以说哪个 IG？ 我刚刚给你们看啦、啊，这个啊，你是说我的 IG， 就是我说我想要画这个眼睛。果果比较高还是我比较高？谢谢捏婆，怎么了阿哲 ？Hello， 澳门土国晚上好。我们要来尝试看，你们要陪我尝试看看吗？我有点害怕，说实话。你说截图我现在跟等一下吗？
狗狗来找你签到，欢迎来找我签到。他的夹子今天还是夹的居家夹子，已经看开了吗？对，我已经看开了。阿爸，你帮我剪一下。有点顺利，当然是没，我尽量。柠檬 ，Hello， 谢谢柠檬的星辰，那可以截崩图吗？好吧，可以。丑八怪，不可以截丑八怪图，我怕我等一下嘴巴不小心张开，感觉就很市场。嗯，多一张应该。哎，你不要干扰我化妆了，你最好不要动到我的手手。啊！你不要动我的手手，我在画严重的东西好吗？我在画认真的东西。好奇怪，那你也不要挡我镜，哎，两边眼睛差好多。你不要捣乱我好不好？出事了，你在那边看我。我上次怎么画的？为什么我可以画这么厚一条？我已经忘记我上次怎么画了，偷偷看一下好了。我想要把两只眼睛都画起来，贴个宝布布吃，你们说呢？刚吃饱回来就看到果果在吸吗？我在挑战我的脸，在挑战我自己的脸，我要挑战帅气妆容。要再厚一点吗？难道很危险？预告崩图出现，不行不行，很丑吗？现在不可以很丑哦。
请脸脸控制住。好难哦。如果眼线已经被我越画越粗。去哪去哪？确定是长这样吗？好像是哎。没事，看你嘴巴开开，不可以开开。好，边讲不可以开开，要边开开。很难呢。是长这样子的吗？我还没画，我们还没画眼，我们只是刚开始而已，先不要紧张，对不对？先不用紧张，我们还要画眼，嗯，不然我们先完成一边眼睛好了。但是我怕我完成一只眼睛之后，我今天就可能这样直播了，就这样给你们直播，很立体。那我要尝试那种这种漂亮妆，然后睫毛要很。你看这种很好看哎、欸，这样子。我记得我上次有截一张图在我的照片里面，照片在哪里？照片你出来，照片。你们看，我相信我下来说的一句鬼鬼什么？你要说什么？最佳男友视角，好多怪人。哦哟，控制表情。新加坡在地料理，那个叫做什么 eyeliner？ 怎么画到一半突然暂停 ？Eye drawing。蛋挞好好吃，要什么？哎呀，要吐舌头。更糟糕的，什么意思？那个叫做什么啊？那个眼睛叫做什么？练习开始后 ，Taki Taki 要回，哇！我真的不喜欢你耶。你们看，我想要画看这个，很好看哦。加油，等能看全部成。你们是在看我们这什么意思啊？我要画高一点，拉筋底太浓了。这个叫做浓妆。你看，很好看哎！我想画画看我会长怎样。可是假如说我画起来，哦 ，cat eye， 对哈。可是假如说如果我画起来很恐怖的话，我要顶着这个妆到结束直播。好像不是什么好主意。Cut eyes， cut， 长针眼，什么意思？看你们大厅的话又在惨叫，还蛮爽的。我觉得我又在作死。上次林姐好像说她没怕，真的吗？杨哥，他叫舒云，这样就太多了。我来试试看吧。我想要画高一点，不适合果果。啊，你们
能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我已经想跨了。好可怕！这是什么眼睛？我觉得我开始后悔了。我帮你挡住 Steph， 没有问题。你有看吗？有啊，我看了，好喜欢哦。从头喜欢你，什么意思？只要不要拿高跟鞋，基本上你小心一点哦。哎呀喂啊！你确定我没有高跟鞋？我有一双十公分的高跟鞋。我有 cat eye 了，也许说不痛，那一定不痛。穿练习用的，那时候要练习走高跟鞋。我挺满意，我觉得可以。我跟你们说，我的眼双眼皮没有很深，所以呢，如果我一眼睛一往下，我的眼线就不见了耶。你那个天柱还穿高跟鞋，你是要气死？小心哦，小心你们在这样子，我到时候穿高跟鞋就跟你们见面。我不信你打得倒我，欠揍。谷歌不是应该是没有这种凶器材，你们真的是小心哦，我真的有。那一句我一定讨厌，我讨厌你了，你不要把 T 给吓死。啊，今天有看那个女友啊，大家看了没有？二界如我怕过谁？这里说自己二界吗？这样子可以吗？好了，可以了，就这样子。我觉得可以，我们继续尝试。我最近啊，我只有看一点点，我没有看很多。看过了，我没看，因为我目前在看真的。什么意思？咦？怎么意思？可是两边画一样很困难呢。今天好像挺顺手的耶。The bitches.
乐，我们换个曲风好了。这是我最喜欢的音乐风格，给你听，就是 R&B 啊，说实在，妈妈妈妈妈妈。尾椎晚上好，尾椎我跟你们分享，不是跟你们，尾椎我跟你分享，我想要画欧美大浓妆，他们都不支持我，好像也没有，你们在看我画，他们说不适合我。小叶晚上好，果果握手，你们真的吗？我跟你们说，我真的穿哦，我真的穿，你们不要挑战我。尾椎耳机讲嘞，你这小朋友脸画，我的脸是小朋友脸吗？他真的会，原来果果是果果风格。果果风格，穿爆，剩下的不要逼他，你会怕。我支持果果开扁眼线干，我的眼线会干掉。你们让我尝试一下嘛，艾迪，你们让我尝试一下好不好？我觉得我两个眼睛的那个。都不一样，但是我看不出来哪一部。想被果果打，你们为什么最近特别想被我打？你们最近是不是特别无聊，特别欠揍？你们最近是特别欠揍呢？嗯？OK， 我觉得这样可以。等会再笑也不迟，你们欠揍。
又不能揍我调戏，你们今天是欠揍哎、欸。你好，林阳在林氏买屋，最近 M 型病毒发作，有人欠我揍，那你要不要打我？我揍你，你都忘记来看我，你都忘记来看我的直播。小生晚上好，想被踩吧。晚安 ，Lonely， 是的。我很乖，要一样啦，真的吗？谢谢。可是我有点内双哎，是不是不太好看？我今天没忘了，今天很乖。为啥喜欢打农庄？没有，是想要尝试。可是我这样的话，眼睛就不见了。我们要现在可以预约被锁。揍死你们！今天平贤有乖，今天平贤没忘我自己。我远看好像写那个哦，好像集体排队给果果打。这就看得到了。果果跑不快，你怎么知道我跑不快？希望不要被揍抽选位中。果妈不会像果果那么隐性暴力，应该是不会绑人，大概啦。嗯，以后不会吗？运动会我有去看的，所以你说我跑很慢哦。我以前跑很我跑很快，好不好？谁是谁大胆？谁说我跑步很慢？真欠揍！你们是认真欠揍哎、欸。做会了吗？在哪里报名？麻烦跟我报名。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我跑得挺快的吧？那什么意思啊？看过你觉得我会相信你看？我真的跑很慢吗？哎，那个根本是还没开始跑就已经那个了，我还在助跑，它就已经结束了。你们还没看到我真正发挥实力好吗？还没发挥真实力啊，各位，你们要相信我啊！你们怎么可以不相信我呢？实在是太欠揍，你真的认真的欠揍啊！Back to my love, but it's harder now. Everything is different.
你这个 diss 蛮高段的，在国没发威，你当我是傻瓜。我真的不喜欢你们。我到时候就穿去跟你们合照会，哼，我到时候穿超级高，我踩高跷去，怎么一直化妆？我今天，哎呀，我今天在化不一样的妆，我今天在尝试不一样的妆。虽然大家说我画起来不好看，但我还是想画。我就不乖，我就调皮。哦，我的那个没电。今天是小辣的部分，那我等一下换装哎。我真的不喜欢你们，哼，别跟我讲话。我需要长的那个，你们稍等我一下好吗？我需要长的充电线可以充我的这个。
我要化霸气妆，然后不讲话，这样子大家就会觉得我很可怕。你们小心。嗨妈，你怎么那么早？那没有。我今天帮妈咪订晚餐的时候，她先点了第一份，然后后来我看到有一份妈妈可能会比较另外一个妈妈可能会比较喜欢的那个的饭，然后呢，我就跟妈妈说，哎，你看这个有你喜欢的，还是我帮你点这个？妈妈说，哎，好啊，我就帮妈咪点了。结果呢，我忘记把前一个帮妈咪订的取消，所以妈咪有两份晚餐。高跟鞋回力不要，你们造谣！握手会当天，国音太奶有吗？但讲话就破功，为什么？我前几天才问我的朋友，鞋45有辣啊、哦！谢谢，哎呦我的，这个眼妆啊、哦、，Hello Kate， 我刚刚跟你说嗨吗？我说我有跟我的朋友说，我说你觉得我是好看，我觉得我，那你觉得我是可爱型还是漂亮型？因为我最近真的是中毒美剧，我就很想要长得很漂亮，但是好像大家都觉得我是可爱型，然后他又说你就是长得很凶，然后呢，因为高，他说高的话就不会联想到可爱，但是他说我一讲话就破功了。我也想当霸气的人，不选的。你朋友应该说你是强行有选。然后他讲完之后说：“我真会讲话。”笑死。我给你们看我没有双眼皮怎么样子。哎，他今天没有要消失的意思哎。好吧，他今天没有要消失的意思。可是有了，我的单眼皮，我的单眼皮其实就是长这样子。好丑啊、哦！不要给你们看好了。其实也不会怎么样啊。其实也是不会怎么样的。双眼无神而已，不是，这眼睛变小了好吗？不行，消失了。好开心哦，今天是你们陪我化妆的一天，是你们欠我揍的一天啊。其实唱生日快乐歌，算了，我们现在来帮你唱歌。好想被揍，我们等很久，欠揍。到时候你们来握手会的时候，一人给你们打一个。懂 S 是什么？不是，是因为你们真的太欠揍了。祝你生日快乐。
生日早就过两天。小白兔生日快乐！我上礼拜，我礼拜一的时候问你要不要，问你说是你生日吗？唱给你听，结果你没有回我。那我们一起唱好了，先唱一首，再唱第二首。先唱给小白兔的，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小白兔生日快乐。这礼拜竟然有两个人生日，还有黑流星的生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黑流星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恭喜十八岁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不是我说的哦，谁说的？柠檬，你好，柠檬。我刚刚以为是新鲜柠檬的柠檬改名了。好了，我们继续画。有什么生日愿望吗？请问？我发誓是你，才不是。Always ready, but never sure. When I get lonely, baby, you the cure. My love for you will never fade. My love for you will never die. I never wanna drift away, cause I was never good at goodbyes. I think you were one. Mommy, 你猜我在干嘛？你过来，你过来。你在吃饭哦，其实听不到你讲话，我在画 silent 妆。进进去了里面，我有看到哎、欸，不是不是，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妈，你听我说，我看到烟水都好说，哎、欸，可是你说往上正中间是停水的意思，对啊，然后它是往上的、啊，我看的时候它是往上，但是还是在流。啊，可能烟水都关起来了。晋级的果果，我就看到修容了，国掰我要去忙了。哦，好吧，谢谢尾椎，拜拜。你的那个耳机讲去哪里了啊？Just to make sure my life was good. Sorry for the fights in the tone of my voice. Sorry for the nights when I made the wrong choice. Life is flying by and it's fading me now. I hope it's not. If this is the last time, please come close. I love you with all my heart, you know. I don't wanna cry, I better goodbye. If this is the last time.巨人都跑得很好笑。Hello， 米迦勒，晚上好。你怎么刚进来的时候就这样？Hey Dad, what's up? Miss you so much. Yeah, the shade of your hair has changed, but I look up to you the same.Tell me how to fish, tell me how to light mine. Tell me how to love, how to treat it all right. Life is flying by in the rain now. 在那边乱唱歌。This is the last time, please don't go. I love you with all my heart, you know. Don't wanna cry, I'm bad at goodbye. If this is the last time. Let's do the things we always do. 居然还有奥特曼。奥特曼，奥特，哎，你们有没有听过这首歌？我之前放过。
我之前放过给你们听。有一群传说中的社会青年，每当路人之夜 ，Hello， 机甲，我刚刚在找你呢，尾追走了，他去忙去了。我都听过哎、欸，都有，咸蛋超人比较多，我最少听到的超人力霸王。七小谁不知道啊，是刚刚那个黑飞彪彪跟我说，我才知道这首歌的。都是你们介绍给我听的哎、欸。说什么还没人来试探呀、啊。
梦啊，该怎么配来沾边沾边？一直挥花赏的花一直送啊，白宫家里有三千三千，三个妹同时想送。请问这个眼妆到底是要画多久？只要别过来给你杯中酒水花，再多也觉得没差。黄总说，来哎好玩，来哎好玩，赵总哎来哎好玩，哎来哎好玩，一个可爱哎来。运船坐小船呐，赵总哎来哎好玩，不玩会好难呐。你在忙家里宽带。我在忙夜场拍卖啊，对啊，我是不只会，我不只是会听英文歌的好吗？自己，林金晚上好，谁是你们推荐我的歌火？已经喝多了，没喝多就应该继续再喝啊！生意的事情到明天再说啊，明天再说啊，今晚要把王子安排。没想到果果一定要把杨总喝到开心。没有，你德全，你介绍我的不是吗？如果真的要，你这样我不想发了。我怎么不能听 A 来 A 好玩？我怎么不能听 A 来 A 好玩？姐姐能耐塞塞拎得丢啊，曹操找你妹，讨给多讨给。喜欢还不是没有啊，我才没有呢，不会是画了一小时的妆，不怕通通通马桶，这是什么歌？刚刚是可乐王点的歌，鼻音也画太多，对啊，我也才发现。哎呦，流眼泪了。没有啊，哪有鼻音啊？没有鼻音。来自腹黑国的抹黑黑心，我才不是呢。我不化妆都化丑，那是因为边跟你们聊天。外飞的衣服，顾客评，你怎么可以给我三星呢？而且我下面是有越画越黑。最近越来越爱选择跳过我留言，哼，我哪有？你放一下追追追，我看到了。对嘛 ，Kate， 谢谢你帮我讲话。没有，而且主要是，哎，你也是天平哦 ，Kate， 你也是天平座呀，我们是好朋友，最好没有。来了来了，这就来了，放追追追给你听嘛。对对对对对，对丢你也行，是。我也是，我是10月11生日。我们那是天平宝宝，是这首吗？画好还没？我还没画好，你承认了吧？怎么我没有承认？怎么啊？谁？什么？原来你是天，你不知道？看我腹黑的朋友。啊，对耶，他也是10月20，哎，他是10月20。
是安怎看的对号，是安怎看的温柔，好运在遐。哎呀，会不会有人以为走错台？真久以前，路子的断线，如今拢还在听。堆堆堆堆堆，我的堆堆堆嘞还没来，为什么我的堆堆堆？因为它比它老旧一点，那个音乐可能没那么好。堆着你的心，堆着你的人，堆着你的情，堆着你的宝宝你。堆堆堆，我七月十三啊，七月十三。这首谁不知道啊？堆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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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典，对呀、啊，这首是经典老歌，不行不知道吧？我忘记我要画什么了，要画那个白白的，对。行，我找不到我的刷刷，果果会对啊，越来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东西一直被我搞丢哎、欸，不是搞丢，就是我明明在这边化妆，但是我的刷具有一只却不见。也要听到这首，刚刚不是还在用？不是那一只包金包银是什么？麦克鸡块。Not yet. Not even close. We just started. 哎，我找到了，在这里。看来翻来翻去，我没有乱丢好吗？乱讲话。Conversations with a stranger, I barely know. Swimming the soupy boat.
对，花掉一千。Baba had a little late night, ending a long conversation with a stranger I barely know. Swearing this will be the last, but it probably won't. I got nothing left to lose or use or do. My bad, happy little. 刚刚朋友来一点，你眼睛要像 Bad Happy 里的男生吗？不是，带猫，带猫。谢谢耳机长的御饭团，呼 ，Hello Hello， 小猪耳朵 Hello。等我，那你需要我们安静个半小时？不要，我要跟你们聊天。你卡我歌？我没有啊。等我回家再买，明天大概早上回。怎么都修？我这不是 miss 掉什么？为什么你们去吃披萨不找我？我说你的生日贴出货了哟。啊，谢谢。还行。说到圣诞节，我真的很期待这次的。但是我发现我还没刷节嘛，所以现在要去洗澡了。那我走喽。不要走啊，走去哪？谁都不准走。Hello， 鳄鱼。到一半还没有卡歌，我就很突然很想要唱 My heart has been lost to you， 因为我也要吃披萨。下礼拜见，下礼拜见。Tigger 在干嘛？还是我退货？不要退货，你又不能去。I'll do the same thing I told you that I never would. I do the change even when I knew I never could. I know that I can't find nobody else as good as you. I need you to stay, need you to stay.一直跟直播，有你跟我说的辛苦了。今天刚收到钥匙圈，还真放我走，不然你都欺负我啊！应该能走，不准走，关门放 Tiger。你这次声写还没出吧？期待，期待，期待！你们要听带我走是吗？交叉路口，这次是大阵浪漫，这次什么意思？大阵浪漫不是上次
找不找，我杰西有开播可以去看的。喂，哦，大真要寄出了是吗？哼，我要去串门，不要。他刚也在放啊，是哦。别走，嗨二姨，晚安，晚安。等一下，快到了，大家！谢谢你们的耐心等候。在家里，年轮说好了，不行，这边没有，这边是要这个，怎么会突然想尝试这个风格啊？因为我最近在看美剧，然后呢就觉得女主角很好看，就想要尝试。你画了这么久，不是我有看了先呐、啊。我有先看白色好了，哎呦太多，哎呦嗨大姐，你不是要去洗澡？抱过我身体，镌刻我的掌印，计算着我，计算着你，过不去的过去，一是婴儿哭啼，二是学游戏，三是青春无语，我朋友又打
金色的 bling bling， 都没有金色的 bling bling。 好了，就长这样吧。但是这边要怎么弄掉啊？你们让我找一下那个好不好？我上次看的是他怎么把他的，他怎么把他的这个眼睛弄得很好看？我今天用到的腮红是 Lermesier。 你的眼睛去哪里了？赫莱达蒂。好，我们会找到眼窝最高处。眼窝最高处，就是这里。我已经完妆了，我已经快要完成。上面这块应该是留白的妆，然后才开始看我怎么要怎么画。他们在晕染的时候记得。他们怎么画得很厉害的感觉啊？做连接，然后做连接，才不会很突兀。但是记得这个眉骨这块要留白，如果晕染到那个上面的话，看起来就会很脏。是从几点画的？我跟你说，我从开播画到现在。把它加下去。淡完以后，比较晕染的黄色再稍微进来一点。同一个颜色，我们在眼头这边。我今天简直是在玩我自己的脸，而且它的橘色很好看，但是我不太敢用。进来的地方记得中间我们还是留白，我会少量多次叠加，直到达到我想要的饱和度。对啊，大家都是就是慢慢画的，对不对？再更深一点的棕色，更深一点的棕色放哪边？好，眼头也来一点。边界不是有一点粗糙吗？你可以拿刚开始那只单浅色的那只刷子，眼头也要一点，它渐晕染开来。记得耐心是关键，记得耐心是关键，大家听到了。下眼影会拿刚刚一开始的黄色，一开始的什么颜色？红色，好打底哈。再用第二个咖啡色。加深在眼尾后三分之一，带细闪的棕色。这明明是金色。那我刚刚为什么眼睛中间会留白？现在我想要，你看他说眼睛中间留白长这样。放在这里。那还有一个，他有上遮瑕好吗？遮瑕上浅浅一层就可以。画的高度就画到我们刚刚制造出来眼窝的下面一点点。怎么觉得有点可怕？我现在要找一个亮红色，我们要晕一下这边，这个上面，好，填上面，真的蛮漂亮的，不会太深。眼睛无神是我最没耐心，记得嘴巴打开是乖。没有，你的底色没法这样亮。不顺的地方，你可以现在再晕染一下。等一下，你说什么？边间填遮瑕膏的地方。等一下，它有遮瑕膏？好没有。刚如果有不顺的地方，你看，现在再晕染一下。看他的眼睛，他的眼睛也是中间亮亮。高的地方，好美哦。刚如果有不顺的地方，你可以现在再晕染一下。为什么你可以用这么好看？填遮瑕膏的地方。填遮瑕膏的地方，好美哦。刚如果有不顺的地方，你可以现在再晕染一下。好。因为今天画这个眼影时间比较久，所以我就一支一支展示。这边你们就稍微忍耐一下，我就会维持素颜的状态。下一个步骤我用的是 Maybelline 的深咖啡色眼线液来填内眼线。因为我已经好了，就这样吧，就直接给它拉出去一个上扬的猫眼。上扬的猫眼，它颜色好深，我不敢上那么深啊。我们刚试了这个新的画法，把眼窝提高，然后把遮瑕膏往上填一点，我觉得就是制造出那种你的眼褶比较大的感觉。Hello， 金佑，它都会不会太浓？这边眼睛我想要再加，这种装置是最常见的啦。极细的眼影刷，极细的眼影刷，浅咖啡色，画在前三分之一的位置。要画在前三分之一。最后我会再拿这个深咖啡色眼线液来补给跟下睫毛，浓妆眼。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跟我一样眼型是，看起来比较凶，然后不适合用深色眼影笔或眼线一开眼头，你可以试我刚刚这个方法，用深色眼影在这里稍微画，三分之一笔吧。我觉得就有稍微延伸的作用。好了，我觉得这样子 OK， 没有问题。好，现在你们休息一下，我把这支补起。我想要。马上就回来了。补角就容易用到跟鼻影一样的这个颜色。红唇往内收。不是，看这里，应该就只是想玩化妆。什么？你说怎么还？有人问我说，那修容范我要画往内画多少？我通常是计算在眼球往外的这个位置，尽量不要超过这个。哪里？有人问我说，那修容范我要画往内画多少？
我通常是计算在眼球往外的这个位置，尽量不要超过这边。腮红我最近有个习惯，就是很喜欢从眼影盘里面去找，但我们今天用到的好像都不太适合，这个也不太适合，好吧？我们今天整体也是偏比较橘，然后搭配金色嘛，所以我今天用到的腮红是 Laura Mercier 之前很红的那块 Ginger， 你们看一下，蛮美的。它看起来有点深，但其实涂在手上的这个颜色，我觉得很不错。我觉得我有成功。这块腮红蛮神奇的，虽然不知道这个妆适不适合长在我的脸上，透透的感觉。打亮我就真的要试试看眼影盘里面的。我们用到的是绿色这一盘的这个米香冰金色，其实蛮搭的。怎么那么搭呀？我们先把嘴唇框起来，然后来决定今天要选什么唇膏。这唇笔真的是百搭哎、欸，我觉得谢谢你们的耐心等候，就已经很好看。成功吗？要不要找你师傅看一下？师傅今天现在没有过，不是？里面挑了几支备选出来，像我觉得今天的妆如果搭配这种水水嫩嫩的 Fenty Beauty 的 Lip Gloss 就会很美，就是很年轻、很减龄，然后同时又有点辣妹感。如果是学生的话，很适合选这个选项。另外还有就是你们都知道我非常非常爱的，其实我今天只是在挑战又化妆化一个化两个小时了，我一直眼睛就搞了两个小时了，我得把眼睛搞两个小时。我觉得还不错看，说实话。She got the gold hoops, try to fit, I'm in love. 但是我找不到我喜欢的那个眼睛的帅。Picture cut him out of it. I fall pretty hard, never really get far. You make everyone look like they aren't anyone. I haven't felt a thing this year. 应该是。等一下，我再画个睫毛 ，Baby for you and me， 是想顺便点个爱心。
等一下，我连住。想失忆。No, you're tired, no, you're down, no, you wanna leave this town, baby, give me one year. 这睫毛站不起了。Take a leap, girl, you gotta wait and see where I'll take it from here. 化妆可以挑战。说其实我不知道怎么加睫毛，我不知道要怎么加翘翘角。其实搞了这么久，好像就是我好像画起来就是平常公演的妆。刚刚已经蹦迪过了，刚刚跟你们一起蹦。我封眼的妆是长这样子吗？好像是长这样子，就比较浓的妆。我刚刚把我的那个睫毛膏拿上来，然后它消失在我的，然后在这。啊，我失败了吗？难道？这样子是有成功还是没有成功？真是的！但是我发现呢，我的这里又没有灯光了。我眼睛好有吧有吧，还是我在拉更长眼线？让国妈看。
等一下请国妈进来。不同风格，真的吗？感觉可以太长会变重金属，好像也是哦。哦，这边咬夹成功。怎么肮脏掉了？跟你们说一件事，就是其实我，有公演的时候呢，我化妆好像也是要化一个半小时左右。一个小时，还是一个半？要花这么久、一定半小时是不可能，半小时可能只会完成50%吧，我想。看来是很，因为我睫毛跟眉毛画很久吧，就是认真画的话，我觉得真的画很久。但是我也有15分钟可以完成的妆容，自己画。我最爱的刷刷笔记。公演的妆我会花比较久时间化，就只要有活动的话啦，我大概都是花一个小时。可能更久。跟你们分享一件事情好了，就是呢，我有活动的时候呢，我的事前准备大概是3个小时，因为我会起床洗澡。就是有活动的时候，我通常都很，我眼睛变好大颗。我怕到我的手机没电去了。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有活动的时候就是想要起来洗个澡的那种感觉。我手机也快，刚卡了一下，因为我手机没电了。那平常出门大概是画，平常出门随便画大概15分钟。长的话就是差不多15分钟，半小时。要看我有没有认真化妆，如果没有认真化的话，随便化一化就好。
平常直接素颜就好。那其实我平常就遮个黑眼圈，然后画个眉毛。那如果不想画眉毛的话，我就会放刘海。但是我最近很热，所以我都会绑头发，我都会把刘海放，就是放上去。我好像很少素颜呢，好吧，我好像蛮常素颜的。这样比较对，而且就是比较舒服。可以吗？我觉得我有成功吧，算是有吧。画完下播要睡觉，要卸妆。没事，找事做。我不知道我会画这么久。有，我眼睛中间有亮亮，我觉得我有成功。竟然还在播，当然当然还在播。可是你们是不是看不习惯这种妆？平常公演的那个叫做什么眼线应该不会拉成这样子，还是有点差别啦，我觉得。我觉得还是有差别的，各位。谁说我不播到跨日付关？我会关呐、有逐渐成型了，还在画。我要好了，我要好了。我都串门子回来了，还去串门子？拜拜。去哪？你好了是不是就要吗？对呀、我都不知道我会画这么久。要不然马上就要会的会的，去浪一下。刷太久了，那就跟你讲了，算了，没关系，下巴看不到。好了啦，差不多了，就这样子，大概就是长这样。我偷偷加长一点。Combine, I wanna see you shine like the gem that you are. Want your pieces secure that they can see from afar that you don't need any man. You can stand on your own. 他应该是长这样子的吗？放弃眼头。
为什么要说拜拜？哎，我不要再加我的眼线，擦擦。有时候觉得画眼线的那个的黑那个很像毛笔。好了，我觉得就这样了。你画了两个，因为我觉得 你要去吃蛋挞。我哪有？等一下，这个脸真的是不行哎、欸。Las Vegas. But when that ain't enough and black ain't enough, man, I'm done acting up. Let's hit the crib and get faded. When you don't drink champagne, but you 没有吧？我很久没有在直播化妆了，我很乖的。When the bills backing up and black ain't enough and them checks adding up, you just want to be famous. Got a mink dog. 算是有成功吗？我自己是觉得我长得很可怕。这样就可以踩你们了。
we both got some baggage. I was calling your mama and he was calling my accountant. 好可怕我。那就长这样了，完妆。I'm looking so clean, looking like three stacks of lit. She five for five on live, she on a jet. 我成功了吗？成功了，结果手机没电了。可乐王的偷偷喜欢你，让我插个点，我怕我等一下突然之间断线。哎呦，我觉得很好看，真的吗？真心的吗？老十岁，好像有一点吼。右边比较长，颜色都比较对啊。平常淡妆，化完就关了，没有要关啦。我真的得收一下，收拾一下，把我全部的眼影盘都拿出来。我觉得我两边的眼线不一样长，好讨厌，看得好，看得好讨人厌。关了，我不管，还没。你们是在赶我吗？
Brawn with a project, spandex in a hoodie, Timbos, and your baby father was a bimbo. Hence no, rather be bothered with all of them hoes. We can fly to Jamaica, fuck all the haters. 因为我一直想补他，都好可去找本日寿星，健康好可怕。对啊，我不想再把它擦掉了，这样子我又要我哦，这样我还要补眼影哎。期待照片，真的吗？妆不能看本人，其实还好啦。其实真的还好，只是眼线很，只是眼线浓了点，对吧？就等下吧，果果晚安，画完睡觉哈。你们要晚安了吗？还没吧？我画好了，我画好了，还没晚安吧？唱到十二点，等等来背对，等一下，等一下要好看的截图啊！要怎么样好看呢、啊？那我眼睛张张好了，好吧，算了，你都截了，竟然你都截，果果一播就是深夜才。不能震惊超过两秒钟，五秒钟。根本还没好，说好的好呢？怎么说好的好呢？不好了啊！今天
Wayne。Hello， 小玉。我两边眼线有一样长吗？个人的感觉，你也没画到很爽。你觉得好看吗？还好看吧。对啊，我不知道很浓很浓要怎么画，说实在，而且我可能太浓的话会更怪吧，毕竟这样子的话就可能已经很浓了，对你们来说。不过我还挺喜欢的，我变成我的那个了吗？好看啊，谢谢。开心啊，维农装，维农不喜欢这种妆啊，我还挺喜欢变公式造型，公式造型没有这么眼线没有那么上扬啦，公式妆的眼妆也这么重，但是不一样。我公式妆是画比较这样子的眼睛，不是这样子的眼睛，你们懂吗？我公式自己画的话，我是，然后我下面会有放亮亮，然后这边会下，就是会比较这样子一点，会比较这样子一点，这个妆是比较这样子一点。但是我也没有到，就是我画的方式不一样，但是其实长得都差不多，因为我化妆没有很厉害，公司知道用这种风格会太轻了。而且我的镜子还掉，它没有坏掉。妆不肥气了，后面的这个掉下来。念好了，妆反了，哈哈。好了，你是一个前卫的笨蛋。我不是笨蛋。那我应该换一件衣服，等一下我换一件衣服，我找一件衣服穿，换一个黑色的衣服。好了，我就长这样了，好不像我自己的感觉。不要看我的睡裤，现在没有。
怎么脱就脱鞋。我没有乱讲，看错。没有 Tiger 的袋子，头发不要发夹，我不能没有发夹，我没有发夹，头发就乱掉了。这样子很可怕哎，这样子应该不是你们习惯的风格吧？睡裤，其实我在睡裤，这真的不是你们的。这样子会有点害羞哎。我的小毛毛，我的刘海往后面放，变大姐姐，不要讲话。我也不是没有化过这种妆，我以前不是以前，我自己会化。但都是那种卸妆前的话，我奶奶，为什么是奶奶？我不是奶奶。偷偷把这个加起来。只不过很久没有化这种妆了，所以我自己看觉得有点不习惯了。我的偶像，我的刘海弄不起来，好吧，算了，就这样。这样子有成功吧？我每次只要化浓妆啊，我卸妆之后，我就会觉得我自己长得不一样，而且或者我现在就觉得我自己长得很不一样。我在纳闷这个镜子里面这是谁？什么？妈咪，你觉得我这样子好看吗？就是不一样才要画，有道理。不过好像 Time 图关播了，怎么办？是时候要关播了。我化妆化太久了。我还是要闹一下，我怎么那么可爱的感觉？玉罗双修是什么？那就用这个好看的我下播好。Taki Taki 哦喂。
Master Nurse， 很像护士吗？我要夹我这个夹子，舒服的夹子。我们看化一化妆，然后就这样。御姐姐，我的这个在这边。怎么办？我贪图下播了。我真的要去检讨一下了，每次都来闹哥哥，你也知道。我怎么觉得我两边眼睛大小不一样？用不一样的火锅跟大家说晚安。来念排名先。今天的第十名是柠檬，谢谢柠檬。第九名是暗航，谢谢暗航。第八名是练小薇，薇对不对？小薇，谢谢小薇。第七名是小吴，谢谢小吴。第六名是酷酷妈，谢谢酷酷妈。第五名是耳机酱，谢谢耳机酱。第四名是黑流星，谢谢黑流星。第三名是鳄鱼，谢谢鳄鱼。第二名是可乐王，谢谢可乐王。第一名是吉米粥，谢谢吉米粥。给你们说晚安。Time to 晚安了，要去炒锅妈的。还在吗我？我还卡着吗？我还在吗？我现在还卡着吗？Lolly 晚安，德全晚安 ，L 晚安，阿哲晚安，牙素晚安，大健晚安，黑飞彪彪晚安，喜恩晚安，可乐王晚安，鳄鱼晚安，小生晚安，玉伟晚安，樱桃猫晚安，平贤晚安 ，John 晚安，勇晚安，欧汉晚安 ，L 晚安，日晚安，宝杰晚安 ，Kate 晚安，船长晚安。酷酷猫晚安，酷酷猫晚安，玉安晚安，田中动力王晚安，肯尼晚安，小白兔晚安，阿翔晚安，佳作晚安，笑笑晚安 ，Simon 晚安，要去拍照了，笑笑晚安，拍几张照。怎么突然晚安起来？因为我要晚安了。第一次，我好像是第一次这种装直播。大家晚安，礼拜一见，好吗？黑流星晚安。小屋晚安。我关了，谢谢小生的火箭迷航。为什么我的脸臭？我的脸烧焦了。谢谢小生，第一名是我们的小生了，谢谢小生。等你，那我关了哟。那我关了哟。我要晚安了啦，真的要晚安。大家晚安，谢谢大家今天陪我化妆。三二。